的路程。虽然感谢阿妈、外妈，你过去总是无分内外，无分大小，对着阮所有孙，受了杰出，同款的疼惜，同款的照顾。也记得当阮过年过节，在甲阿妈的厝内面家庭中，阿妈，你总是看起着阮，来轻轻甲阮摇，甲阮笑，陪阮耍。也记得阮出门在外，读书、求学、求业之时，阿妈，你总是烦恼着阮爹孙出门在外，叫阮妈亲手来配料好无？这一份妈孙的情谊，阮将永远感谢在心中。阿妈，你敢知影在过偌久时间？也是咱一年一度的中秋节，中秋节欢喜祈福，但是在今年中秋却是来不散，因为阮永永远远祖上的阿嬷，将是永永远远来甲阮告别，将是永永远远来甲阮分离。今年阮秋是清幽，从悲伤来发慰之中，将来祝福阿嬷你。一旦脚踏莲花，跟随菩提做接引，来到佛国行经来念佛。也请你在迄一念，保佑你将你囡仔孙，一旦来求学就业，用果生。你将恁将咱所好孙孙也囡仔孙，将来向上祖上阿妈、阿祖，天地所三拜，灵前车拜，一柱心香，同发带，灵前。再拜，九皮莲华，天地开，灵前三拜，万里祥，万里爱，万里将保佑你所有好孙与囡仔孙，会当拢有好将来，而且福寿。好咱伫一切咱所有好孙、善业囡仔孙，咱有方便归，你当福寿完毕了后，车归家，我们方便归的，我们请常归。为着咱头前大孙。大孙媳妇来做代表，献献家庭地品献花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献花千拜，灵前献果，再来祝福阿妈会当早日修成定吉路，献果一朵拜，恭敬三敬地，初敬二杯拜。请万灵妈孙仔千恩，将永远感谢。灵前再拜，再万灵血脉传承，将永远流传。灵前三拜，三万灵。最后，将来向上祖上阿妈阿祖大人，行三叩首礼，双手捧地，一叩首，一叩首。三下大头，我们请抬头，双手合掌，再叩首，再叩首。下大头，我们请抬头，三叩首，三叩首。下大头，来一动，请起立，来我们请站起来。咱赶快依着咱的路线来到家房，等你位置，由着咱十步孙来到梅树的左手边，十步孙来到梅树的下手边。暂时来邀请到咱坐坐，所有华家士大人进来拜堂。暂时来称呼到咱，除了李太夫人，叫声阿姐，也是叫一声小妹。除了咱后生。